见自己买房子跟梦见是租房子有什么差别吗？租房子嘛，就是暂时的呀。比方说你就是天上的 你租了一个房子，你如果这个房子感觉很漂亮，很喜欢，说明你现在的环境还不错，但是是暂时的呀。如果你今天买了房子梦中，那你这个房子感觉很舒服，那说明你这个幸福是长久的呀，至少在人间要长久一点吧，明白了吗？是不是跟天上的房子有关系？比如说梦见那个房子很大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天上房子大了，天上师傅怎么开始？天上是幻化的，都是黄金铺地的，开什么玩笑？跟人间能比的？人间这些烂房子能比的？跟天上好比的？所以你的脑子嘛就是不灵呀，所以才让你两年才打不进来的。对不起师傅，我修得不好。没有智慧呀、你不是修得不好，你很努力修，你不开智慧，你要多看白话佛法的呀。是的，现在我们在那个网络